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现在临时听这个房东说房东要卖了，所以我们租期马上到了，他就不能续租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一起去看房吧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房位于上海的外环外。好黑啊。没听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多了，多了，谢谢。咱们现在住哪里？我住浦东。哦，那比较远。对。你工作搬过来是吗？对。OK，我可以拍一下啊。可以了，可以买得起。但是你这样听起来其实是变贵耶，不是吗？你提前退租的话，就是那个押金它还是会退给你的。如果说你按照那种普租的正常普租的来说，你租了一个业主普租的房子，如果说我们提前退租了，房子押金退给你，我们利润是免费换，然后押金也退给你，就相对于我们之前的整个提供的服务会更多。就多了一个宽带嘛，还有一个换租嘛。对，然后的话，我们还有，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保洁券？我们现在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现在是赠送，一共是第一个月3个小时场保洁的一个免单券，还有11个月的五折券。接着再看看同一楼栋的另一间房。简单翻新了一下，它是简单的就是把墙刷了一下。对，因为地板上看到还有沙什么的。阳台给打通了。哎，刚才那边没打通吗？刚才那边还有。刚才那边有个，我都不记得了，然后拍了一下。我待会儿帮你看一下。好，这边会新一些。哎，这是个客厅，也是空的。冰箱、厨房。这边是冰箱。我刚刚看它那个阳台是封的，是有个门的。它这个是，这672是因为装修可能比较新。对，这个它应该大小房型都是一样的，看起来。嗯，这个做的瓷砖，这个的话客厅也有个空调，所以有两个，卧室有一个，然后客厅有一个。对，这个就看见刚翻新过。OK。还是新的洗碗机。我在想，这个应该是有垫子的吧？这个沙发，应该是床上那个垫子。床上那个就是他的垫子。对，不然这个看起来好，应该是床上。好不想坐。对，硌屁股。大是不大，前面也新做的，对。翻新了一下，能看出来。还是这一个是之前的。原件都还在呢，龙头都还有。对。它装修多久了？最近才翻新到那个台面，这些墙面应该之前都。应该不会有味道什么的哈。对。这种应该还好吧。现在其实这种油漆材料都是相对比较好的，更多的可能是新家具，可能更多的讲究。现在去看第三套，我们是走路过去是吗？有车的，有车的。那就有点远了，离地铁站。啊，对，就稍微有些远。因为它是往那边北走，我们这边地铁口这边一个口，那边有还是一号站。这套的环境就比较新，这边楼层这边应该建的是2000年后的啊。这边是10年的小区。10啊。对，像我们旁边那个刚过来那个小区是万科超华新园，14年的。啊，这边都比较新了。然后这边两边都是万科物业。这边都是3室是吧？那可能就网上有看过。如果你们这个有丢在网上的话。这个装修也不错呀，这个比较新，你帮个忙。这个面积是5。这其实都差不多的。差不多，因为刚才是一梯四户，一梯三户。对，看着差不多的。对，这个阳台有打通的。阳台打通的话，客厅的采光会更好一点。楼层也
三六楼其实没啥问题。对，这个是打通的阳台。这是去年那会儿新装修。哎，这总楼层其实也不高，但它应该是新的，就有电梯。嗯，它这个总楼层11楼。这原来是合租的房子吧？有这样的？哎，不应该啊，它不是就一室吗？怎么会？嗯，之前可能，因为它这个有可能是客厅，当时做两房，就客厅。啊，有可能做过，然后后来可能现在又重新装修了。重新装修之后。嗯。其实。这些都差不多，和刚才的房型啊什么都差不多。对，卫生间，它这个新多了，它应该就是没装修没多久。这也是跟房东租，对，这也是跟房东签的。这个到地铁站多远？我们这边过去的话，我给你导航看看，实际上的话应该是800米左右。我们这边是到中山路1号口。啊，这个装修比较接近我现在的。对，嗯，从我们大马路走的话要差不多1公里啊。对，这跟我们现在的距离也差不多。我就想近一点嘞，怎么还是这么远啊？如果要近一点的话，这个房租多少钱？这个6200啊，那个都差不多了呀。嗯，我们还是两房嘞。啊，我们待会儿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五宝新村的两房，是我们省心租的。嗯，他现在还有优惠活动，首月的话，预减一个月，对，预减一个月，相当于把你服务费一年的都给减掉了。啊，嗯，那要看他多少。这，嗯，你这个活动很多，我是楼梯三楼的，我现在知道都是那种什么羊毛出在羊身上。这个，那这个减免是因为啥呢？我们不是收房东那边收，可能第二年有空置期，我们把第二年的空置损失，嗯，移到前面来了，因为第二年的市场是不可控的。啊，你这边租下来，可能第二年也续租，对我们来说就更好了。嗯，好呀。但这套其实，哎呀，这套其实距离除了距离，其他都还蛮好。而且这边的话没有飞机声音。哦，对，但是这对就是距离有点远，因为它这边也新呀，新的话窗户肯定会比较隔音也会比较好。飞机不可能就差我们刚电动车这么近的距离，飞机就不飞了，这听起来非常不合理。我们这边稍微偏一点的，偏航道。我们刚刚水星年华是正的下方。啊，对。像我们整个气网它起飞降落都有航道过，而且这边我觉得可能也是跟绿化有点关系。嗯，这些可能也会隔点音啊什么的。我们吃完饭看完房子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所以今天出门的比较晚，然后出去晃了一圈，到傍晚才去看房子，所以只能看这么3-4间。因为我们住的这个房子现在临时这个房东说房东要卖了，所以我们租期马上到了，他就不能续租了。现在看房呢比较没有头绪，就是大概有几个条件，希望有电梯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大概一室啊，多大啊，然后尽量离地铁站近一些，就比较就只有这几个条件。然后比较盲目的是在就是全上海范围内，不希望太郊区这样去搜，所以现在是粗放式的吧，那么在大海捞针。今天算是第一天看，然后接下来几天可能陆续会去看一些房子，来大家了解一下上海租房目前的市场怎么样，然后上海的老房子有多老。不过我可能不一定会去订去看这样的老房子，因为其实上海老公房还是蛮多的，就公房就原来可能上海的一些老单位它会分配的一些这种1980-90年代的房子吧，那个房型都非常的老，而且没有电梯，就老破小。对，好了，那今天就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，拜拜。